八段锦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养生功法，跟五禽戏、太极拳一样，都是传统武术之一。它基本上包括八个动作，有肢体的动作，还有气息的调理，是我国民间常用的一种养生功法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郭于玄主治医师为各位示范八段锦的动作。第一段，双手托天理三焦，自然站立，双手掌心向上，中指相接置于小腹前，屈膝马步为蹲。吸气，双手上提至胸口高度，翻掌上提到头顶，手背伸直，双手托天，两眼向上看，足跟不离地，脊椎展延，维持3到5秒。吐气，两手分开像抱一颗球，缓缓向下。第二段，左右开弓四射雕，跨马步两肩宽，双手握拳相接提至胸前，掌心向内视为竖拳，左手比出七的姿势，食指与拇指垂直，其余三指内收，右手维持竖拳。吸气，左手向左推出伸直，眼看食指尖，右手拉至右胸侧，想象自己正在拉弓射雕，维持3到5秒。吐气，左手握拳收回，左右交换为一次。第三段，调理脾胃虚单举，自然站立，双手掌心向上，中指相接置于小腹前，屈膝马步为蹲。吸气，站立起，双手上提至胸口高度，吐气，双掌翻转向下，回到开始的位置。吸气，两手上提至胸口高度，右掌心翻转向上，左掌心向下，右掌提至头顶呈托天姿势，双眼注视右掌，左掌下压呈按地姿势。吐气，右掌伸直，由右外侧慢慢放下，头回正，双掌下垂放松，左右交替为一次。第四段，五劳七伤往后瞧，自然站立，双手掌心向上，中指相接置于小腹前。吸气，两手上提至胸口高度，吐气，双掌翻转向下压，两手慢慢放下，掌内旋向侧后撑，同时头慢慢转向左侧，想象可以看到左后脚跟，维持3到5秒，身体放松，回到开始动作，左右交替为一次。
第五段，摇头摆尾去心火，双脚横跨一大步，呈弓步状，上半身维持中正，双手放在膝上方15公分处，重心移至右脚，左脚伸直，眼睛直视右前方，吸气，弯腰，眼睛往下看右脚尖，观想右侧涌泉穴，身体平行，由左移向正中间，重心平均落在两脚后，吐气，身体回正，眼睛向前看，左右交替为一次。第六段，两手攀足固肾腰，自然站立，吸气，两手伸直上举至头顶，双手交互向上拉伸两次，拉伸时想象手背向上抓东西不断伸长，吐气，梳头，摩胸，反穿手，扶腰后仰，吸气，手背慢慢向下磨臀后腿足跟，平按足背，头低下，慢慢起身，双手顺着双腿内侧轻抚上移至属膝部时滑向后腰，直立，身体回正，放松。第七段，转拳怒目增气力，两脚跨大步约两个肩膀宽度，两手轻轻握拳至腰际呈竖拳状，马步下蹲，右拳向前迅速推出，掌心转向下，专注看右拳，五指放松，右拳由内向外踩抓空气，左拳微向后拉，右拳收回，左右拳交换为一次。第八段，背后七颠百病消，自然站立，脚尖脚跟并拢，提起脚跟，提臀缩肛，两手掌向下压地，暂时憋住呼吸，全身紧绷，停住约5秒，手掌向侧后方向按出，全身力量突然放松，脚掌用力，脚跟跺地，有颠地之象，膝盖微弯，双膝微弯，双手顺势向前轻轻甩出，同时快速吐气，反复做7次，第7次放下脚跟，要轻要慢。